刚才那把把老桶的装备，再给一个锁子点，前耳朵应该没问题。我要灭了！这个问题，你看见过我的跳蚤吗？ 来个执法官吧，大卫，火速出击！不玩黑白魔啊！我这黑白魔，不玩黑白魔，真正的探险家，黑白魔不行事儿。 为什么上把只有一家黑白魔走到了前四？因为那家黑白魔三星那啥了，三星熬夜波比了，其他的都走了，就剩他一个。看看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一轮，放这一轮，炸弹！现在燃烧！现在燃烧！ 升级炸弹人儿，炸大妹，嗯，捆了一个虫子。 马尔扎哈这张卡，这前期就超模，我觉得就真的。超模你也拿，我没有啊，他不给我呀、啊。
我是真不知道拿啥呀，我能拿的已经没有了，我要拳套要大剑全没了，这倒数四个兄弟直接全给我拿走了。拉不拉人口呢？拉了吧，拉了还能上多上一个。挑战呀，挑战也行啊，这边调也可以。找条路给我。看看吧，这就别总往保镖局身上发展了。上不去，感觉能赢。这大鸡腿也太大了。手指摸鼠标啊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幸吗？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全套女神链大剑可以，女神链就可以。江云公谋，江云有乐子了。两连胜，拉上去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天河水银，别叭叭，直接水银，咱别磨叽。炸弹人亲爹，那炸弹人必须得是爹呀。炸弹人前期打工多狠呢、啊、给我勾那劲。不对呀、啊，你这机器人不应该是这样切入的吗？怎么能是勾右边这个呢？不应该呀、啊。
来，二打一，可以。五级进，我六级有进也行啊！我操，这个狠呐，这个狠，兄弟们，破甲的我要，这个老狠了，这个就这个了，这个居神之仇可老猛了，猛的不行，居神之仇，让你们看看我这居神之仇上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。嗯，滚蛋吧！这磨磨唧唧的也没有牌，你他妈快点的！怎么那么磨叽呢？炸弹人儿！这波应该是输了，这小子有点狠，这张进不错哎，来个大剑全套都可以，来个全套吧，你咋那么讨厌呢？给我甩什么头？差点让他给我抢了，可恶！不要甩头。宝石上就把盖轮换了，我们现在只要能有一张进，我们就无敌了。三星卡牌，蓝 buff 鬼叔打不过，哦，有点厉害。现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现在只要给我们一张进，我们也就无敌了。狼哥给把大剑加女神之泪，给大剑吧，我这攻速有点够多的了。
他们被我手指了。帝国高于一切。小地上什么时候开杀？我的教练并非为了杀戮。提升点质量。会保护你的。这玩意儿换谁呢？玩儿了也没啥用啊。炸弹人是不是我爹的问题？确实，他就只能这么玩儿。现在属于是精致小连败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4-2了，还得腰得儿，我吃钱不行吗？怎么的了呢？不让吃吗？打他吧，打他不太懂。反正现在都能掉点血，就是掉的也不是那么很多。杰西不错呀，不是我这都这么慢才抢装备吗？我靠，我就39滴血了，还这么慢抢装备呢？这底下这些人都啥玩意儿了？这都是啥呀？哎呀，我操！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下轮拉上去吧，下轮正好给海克斯，完事我们拉上去，阵容搞一搞。狙神之槽确实狠，狙神之槽打前排就跟那纸糊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打前排特别快。上八技都被递完了，那我能咋办啊？我也没办法呀、啊。递不递完我也没招啊。
地不地玩我又能咋的？没有，我根本没有。我们开始行动吧。我们走。风暴受到白云了。全是进阶人吗？启动比人家慢，地不到不是很正常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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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会说话就说，不会说话就拉倒，就别叭叭。这个世界。没有钱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是咋回事呗？啊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呗？你给我解释得通就行呗。刚才不挺能叭叭的吗？这群都比别人慢，你不倒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就这。就这九折水平，大天使传送门，传送门可以。我也没赢啊，我赢不赢的关系到你刚才说这句话吗？我跟你现在说这个呢，你给我转移什么话题呢？玩不起是吧？我赢不赢的耽误你逼逼吗？他也不耽误啊。这回赢了，然后呢？帕克布隆，太就是他们也许有数量优势，但你们完美。
我要个龙刀吧。啊，那件刺客可能会有点难打，我给这发条放里边点。把这杰西给他换成前排的，前排杰西。射线，撕碎他们！他有射线，我也没办法换位置，我就只能这样。应该是要碰他了，我估摸着，我感觉应该是要碰他了，差不多了，快碰了。我们换位置没啥意义，下回一会儿再说吧。喵，别死，别死！哎呦，我操，这能死了？这干哈没打过呀，哥？这是不是开玩笑呢吗？这是啥破质量？这怎么能没打赢？还他妈两射胶，我都吐血了都。机器人不能。